不是来。你要看哪？我来帮你的。那么小西扩大过来过一个好些事。我来老母那个公众微商号呢，那个是他开启送一同努力的活动。只要你设施某某某个五毛告诉我那个微商，那么我的买你啊，为我方式多种，抽取三个门啊，买个人送一把节的努力。同时都呢，从这个群众呢，你为在等那个微商多种公布问答，具体意思的人说呢，可以站在公众微商号走组一组，这样子互动。嗯，该记录呢，我也该找来测试，给你一个五十来郭本宇。五十来郭本宇，要啊是不五十来那么阔，宇宙是本宇吧，这物质吧。喂，你郭啊，本是北京富国开出啊，和登出啊，和大姑娘呢，我家中小国同居者，不得为去年呢，不毕业的木吧。嗯，今天要该生产个老师呢，是该开连出个师资。一头是个又是养我呢，学了一面等出个日国可比人呢，但是日前啊，这个日国啊，朝到派出所来的，我娘走着姐姐。今年的社区物资来自五河街，可我来派出所店家与我下门，店家的指的是等出要在日过路加房门。张师傅过日呢，可以先付一张再给你吧。本是拜几年要五次席，一头是个给屋里开了去准备的，不能送货的。有说五毛多，该处理一下连户地送户给出这个税税来了。倒不出来，我不出来，不能把后边公交堵住，车我不能走，不大家不会堵死了。我们下去把那个护栏那里面就在施工，施工们呢要障碍物嘛，我先把它推开，推开嘛，我说这些障碍物天天放在这里，已经搞好了，你还放在那里，我车都过不去，是不是啊？你这个车门应该往前面里边走一点，我下去没搬护栏，护栏没我在那里说了几句。张师傅啊，给我呢，这是张日阳的浴池，不过呢，给浴的是护栏，不是忙一个出，但是给修的忙一出了一个让你头一遍了路。叫什么呢？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叫？你看看这什么地方，在这里叫，他不来。没吵架，一拳打先打我，等会我本来，一打嘛，我不小心我摔倒了嘛，我扶了起来又一拳打过来嘛，我一生气，我先底下面那些施工都有个石头，我先拿个石头砸他，我又不敢砸，拿起来我又不敢砸。张师傅过着多日，你不能吃那多稀多，嘛都能你啊，我把你的给你说他去。给我日头你说慢慢忍能本水路。他以为我拿石头们，他去车里这拿一个一把刀，有个人去拿一条棍子一上来打他，还有个保安一样穿保安的衣服的那个人过来，那个人正好把他挡住。张师傅过日呢还是送富的，送富人家是去讲义为你多了别人给出给我做人说呢，给还是那个事。都是给如果带六米的乌拉能做持续到如那西德呢还不能都跌的跌了。嗯，那么跌给你能是自然能过呢，我就接着吃跌。可张师傅跌吃给你是现在可给你同事，现在过都是给你三个人正好呢得来回地送户。对张师傅出多了那个是几张师傅的态度呢，这张师傅卡吃席。是不是啊？你过来，你说挪车。我可以去给你挪车，你应该看到的，是的吧？我在车里挪车。是，我知道你在挪车，后边公交堵住。然后前面什么情况？你们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下来的时候，那边你们已经发生矛盾，你和谁我不知道。你在挪车的时候。我给你拉开的时候，你上来就打了我一拳。我才还的手。我根本不知道谁拉。我才还的手。这完全真实。对不对？然后你还骂我。现在过日子还是早可以去的。对于你还张师傅一句点点了嘞，周梦怡给同事军你和张师傅冲头吃，给是张子晓得。还有这对眼睛冲头要张师傅呢一天吃另外一记冲头。你砸那个车窗玻璃，砸了之后你又打了我的工人。什么东西砸你车窗玻璃？你用手砸的。拿手砸你玻璃？对，是拿手砸的。你用手砸我车窗玻璃，然后我工人把车窗摇下来，你就直接上去就打了。我上去打，先打你们的。
第一个打先打你了。你打第二次，第一次打架打完之后，是不是我们都已经、我叫你全部要都停手了，是不是？停手了，不要都停手，已经停手不打了，是吧？不打了，你说这灯开了，然后我让他把车挪过去，后面越堵越多，我让把车挪过去，你拦着车不让走。那我说你不要走，我先把他拦住，万一跟你打到这这么硬，我还敢打，我还要。继续和吃冲突。一张是日在吧还得得让你能系统修理学火给过火啊我服一谁。他一过来一冲出来就三个人直接由第一个人直接一拳打到这里我不防不胜防嘛。他同事吗他打他的人我不知道谁打的。给我龙虾店问过我的两个同仁他们说没动手。龙虾店一出来他说你打他你说他打他到底你那个事实情是。这对上你能系统修让我可写着一次的同时呢我是瓦的遭一经的遭累是车内大姑娘啊过户无负于谁不过张师傅有戏给着八大的日子给日子怎样能感觉呢进入此天天气不热为什么这个头脑这么发热受到伤害这是违法的事啊这是我想象的可能你们在车上三个人对吧看到他们两个人哎，你们是年轻的所以做人啊不要硬要强势压人、如果当时的情绪有一方能够控制自己也不会出现这个是你这方拿刀没有砍到他他那方、拿石头没有砸到你这方真的比如说你刀砍到他他石头砸到你这方头上面也没有机会坐下来调解了对吧现在这方还好大家还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是吧所以说大家你们先说出一个解决事情的方法来这确实是来讲即使日鬼将火线吧能够只能细胞火的日鬼干举我把坏你扩大国啊你能带啊你能砸说获得这个喜事无果果正好他是打的光打在这里打这里面我的嘴唇那个牙齿呢你的牙齿有点白掉就是松掉这个牙齿呢就在这里面打了好几拳这我已经四天了过去了张师傅说十年过年啊那你都喜但是你吃饭啊有气给的我要我吃要忘的吃后你不写错别吧感谢这个日课同时呢我哪里有戏给我张师傅休息对去一百一个夜角反正他就是个认错认一下错有些像要费什么其他不公费你个高点就可以我等我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很好解决我绝不会赖你我这是我赚钱是他自己算数的绝对不会好吧刚才要求听到了吧他两个要求第一个我认为这个这一方是合理的第一条因为你把人指伤对吧你应该第一个最起码的要向对方道个歉好吧这是道个歉对不起啊所以就现在的别给了一伙你三个人是张师傅的妻张师傅个人呢可以女力给了不过他的白衣费用给忘的说活个一级付一岁吧你说出来的价格你说一下、当着他的面说当着他面讲我说说赔五千我其他后部的事情嘛我自己解决就是让他平平慢慢解决也可以你说一下您能接受多少您觉得赔他多少钱合理500-600其实多少块拿出来哦那你觉得怎么样那你觉得怎么样他说那我是绝对不会接受等级说话过去的差距呢没得无能十年过去一直这区五十六做我没得工作但是呢我能我顾那么这区五十六呢只和爹家登陆西同时去说话呢我列任务此次我要你合给家去把火这次给人那么给你呢送你一帮内围叫做中医杀猪药这个真理是要不准的吃个口给别个哈好吧是这个这区不是来找药说和你妈说是派出所的
阿需现在你一对去连枪的白衣给武装师傅俩对应只给你啊中水干去我说流动你这去五十人你要我得生大姑娘流动村呢一定要中手得了个过程就这一大人走那个日子一定要走得无锡洗你给你个两个呢富大富你还有我居住在过这里过午韩国才也是不一样的电脑是也不咋的啊日常话也有在护理的责任你抽也就是写我就在日区的自杀写去写我正在记住那个日期会议奥黑区蔡伟大的笔写的啥事们都自杀写去啊所以这负责样嘛三来一个写我书那是自动写我的设备老西藏等字的老你早给等字的五五百亿要是你做的是写我控制赛对面老人在把设备越不吃的他需要他那么写我就借给你啊是正给那么能够正给的人说自然能够谁呢告诉你做你跟日本高度的写我方的才可以接近萨斯门对自杀写区写是奥黑区蔡伟大的笔席日本的日区西部一个你背过大洋各多个自杀区写区对面要斗让写个让各让自杀区正该要稍在启动几九个米这是人马都来崩溃没我要你派特要用于和写武那么一六年啊各地日本高头的谢我方头的高头与你找到萨斯门头的自杀写区里记住斗把给个写区的谢我正给人说那个消防栓里边也没有水那个报警器可能也坏掉了嗯，那个屋里门啊也坏掉了，现在没是吧？这个非常严重，消防。各地日本高头与你们会议啊，自杀小区对面的各张机构挖养小窝出个通道的设置了。那么小窝养家等给了系统的卧铺号码。第五十年老遇见巨人乌多嘎嘎时，西路呢都通拉斯诺哈基市。整个自杀小区对面各帮老张的小窝整改，为了给个日本各地日本高头与你找到小区的物业公司里。茫茫女人我一份资金批不下来到现在都没搞我们这里其实真的很不安全的那你们现在有没有整改的方案或者措施在哪里啊哦，那我们经理们现在这段时间请假了生病了所以我妈妈也不大清楚那你这边比方说现在负责的这块是谁负责房这里我们这里就是那个经理现在请假了嘛请假了你公司总得有一个人过来总有一个负责人嘛负责人过来谈现在这几天没有一个国内三位给动资产无无给七能的外业公司将来成果要有老一个人是个无责任那么给我根据那个自家顾客吧你觉得写我养娃有一年啊老正给个意义现在监控就是好像大门口是有的当中都是坏的报上去了都没批下来没有资金我们就撤不起来哦，那你这个坏掉了多长时间了那我也不大清楚哎我过来的时候以前就坏掉哦，以前就坏了 你大概什么时候过来我过来过一年了、哦、一年多了谢谢对面的植物带谢我的意见是许多大伤张江给我比你也叫给了你张的正给他是一直一直闹几股澳门的高度与你通过忙我以后加上的谢谢对面的谢我控制室吃了家给个控制室来高度与我还吃你我们来了以后发现这个锁呢上面都是蜘蛛网应该是长期没有开的但是按照规定消监控室是要24小时就有专人看管的啊副队长都是你是写着嘴巴的写我控制谁能够给忙是说日了日常啊忙一来什么变什么可以看能给你是不可能要能是打嘴巴的难怪谁啊是你就无法写我与鬼类店里那么以及给各地日本高度与你给俩通过斗火的举动利益的给个自杀区给不予待机啊这个找了得写我控制谁给忙的给看看进去看了一下哦，里面设备几乎瘫痪，里面灰尘很大。这个坏了，我估计最起码有2年的时间了。2年时间是吧？对，一直没有启动是吧？一直没有启动。那万一再发生火灾呢？你们怎么处理呢？这个是我还刚上任，我有点情况还不在这里面监控这边还不怎么出席。哦，我们刚才把物业扔下，物业说一问三不知，就是说责任推给你们，比如说保安方面。也不是说托管保安，我们保安只是管他们，就是说车辆还有他们那个有时候那个停车里面安全这些都是我们来负责。那你这里消控室里面有没有专人管理呢？
这个专人管理，我跟你说了，因为我上任才一个多月，时间不久，哦，知道吧？啊，有些情况我还不怎么了解的。百年公司的负责人称过，管理人员呢，大概是管了五层，百余台机各是生意上，负责呢应该正给的些我欲望的，直至那呢正给服务，一能机智的些我塞呢忙数次，只哪能够要你对付的些我是管个只哪脚呢？嗯，还是瓜。你呢？万尼公司呢？抚养给你对居民的三门财产呢？多去发现。我娘年代啊，早上到就是你家的路人写我证给。那么待我给个日子呢？我来过的日门高头头呢，我会自由上个高头的。记录个人娃吃日子，五女在郊外内疚。暑期因五又退于各所公路，母亲阿多上消费站去考个的货，要不呢被贵被雇的贵处，养成各所国家的质疑，江住。给不用是呢，女婿朋友干出给个故事语啊，开个出洋服务要弄个误会啊不，我你个吃上网。故事语个甚至一个啊，给开个给不是手手把这个用女婿伙朋友干出，本是不急是要提交呢，永久证的预交的，出证的做了么子啥在等，隔壁做了那个正还是说预交呢，付下了还准备呢开提交局的，那么给开个给不出啊。是养父女那个过生日呢，咋个要日过？给人日呢，咋里等八个？是谁给是阿霞的？给是个北联的正呢？是富二开 A 联过生证的半个的贵处的。但是给你娃是不碰用试试。你要晓得啊，小刘嘞娃是呢哈过江这个走了。别了的，开货车。那平时这个车呢谁开的？那个回家有事情了。小哥嘞，遇见各式过江也大的个猛将，阿对生的过大个过沙鱼，比世家你个遇见中古出洋开出，那么这是中古出洋服务的无货业务，为你就业内正义的得来同样在日。驾驶证是 B 二的驾驶证，扣个十二分以后就直接降级，降到 C 一驾驶证。这里我们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驾驶车辆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准驾车型，不能越级驾驶自己准驾车型不符的车辆，那所以就面临到扣十二分罚款1000元的处罚。那么讲到这个各式过江呢，是他做这一期在中政治运动，以公路客用路要拨出女婿伙朋用时用具非得个出脚中央列出一点非户给做西风处用事处无代议，脚底政治切手可以出卡出切鱼列出切贼北来故事一点你呼吁举灯处的可以出无户计划养家处的可以出无户等出一无卡提过这列的脚等的脚的无具同业当无户业务。那么故事鱼啊大姑娘要到楼上来该上次给故事鱼的上通木多就是大脚把这一晚上洗那个就做了在这个我啊该好过三年能了不得。那么过江带给过沙鱼给一脚呢能客人户给无户业务给个次类啊这张子养个西洋给。一年里我们老母呢布局一带用那个列费车洗这位教授。那么教授给了五四个让你就脱洗个上网。给个节目布局一样啊要脱洗豆腐呢我加上给一个五四个让我买个人学。那么我通过呢古脚个火水再来拨入给个塞根。该记录我你只是给你个二十倍以上去。那个都是一鱼本我那个给个那买解些鱼给你五十。要比是有那个呢给着那俘虏上当当那个月头拖个石油拖的路还是那个鱼上的切过一步给米嘴子你就拖西。送到一类那个阿长江的小客户是你个通过江浙给之列些鱼个本身的啊鱼等我拜过啊。切过把王子五十路给拖西给米嘴可痛苦给之列。那个个摄影啊这张日又苦西又苦要给日俘虏上对摄影这种那个是个人学给做喇叭的那个是在日大陆啊里王家也讲的是啊那个个医疗费用还给个难过那个是贵吧你应把火呢给个节目不去要多些多个那个通过古脚的火水再来拨着给个塞给你
是妇幼是哪子妇幼是给给侬那他不来侬就是一般侬啊我讲四回嘞刘海生呢我找了多了橘子了我自己一码三一个一码三千哎哦谢谢一码三千一是阿婆捐给你的啊马三千还谢谢啊你刚刚的买个这衣裳就做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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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好心人呢都就托我们栏目哦转交你一些爱心款哦这里有这个护国寺念佛堂的一帮佛友他们给你捐了6500元哦还有呢这里有一位好心的老师伯也给你捐了500块钱啊我代表温州市佛教居士林啊今天送来那个爱心款10000块给你了小孩一定的你们的大人呢要注意那个小孩子都要大人那个关怀的啊谢谢阿婆、哎、谢谢温州居士林居士林对居士林很多的也是我们对小孩 看管的不够对呀、啊、对呀、啊、小孩子要我们大人经过这次事以后发现了好多好心人为他捐助了那么多给了他正能量我建议你是值班员你也请我妈妈你来以后的摄影师有一等家西货烈士好货女士都能一等家书本席家发一类客谢谢那个八狂的瓜摄影讲都是个你恢复法父母系这过了40万一没有能得个合生能播末能够已经就在得个即将要在交马这个医疗费既然路没有你障碍第一笔的这笔收入应该在最近几天吧因为毕竟说他身上的那些伤疤水分这些还没干然后医生做了相对应的那些治疗等干了以后就会探讨一下怎么治笔的方案好谢谢了八卦那么给了你自我的合生能不摸一把挖有你啊有着先有个上来恢复啊父母系该哈大姑娘的我国家没靠我能给一个能买讲的是干你啊开了都洗一次无不都洗一次他情绪也蛮好的然后这两天也说话也爱笑了然后吃东西也多吃了一点换药的时候他家痛他说不要换赶紧包起来刚然后马上给他一包好了他马上就给医生说给医生说叔叔拜拜增加贵贼能都还上能佛祖说六多年我年年的写语啊记录给的也必修语能够有用累累而且付给你是爱上佛祖多种即可增级感谢罗科大哥能过能把吃够增加给了你呢老人区奥黑区联网区工作大家处的我要做事那么能够你提醒你能吃吧到大家处给能啊越来越多那么你要晓得啊，讲都是个，要来让你发扬光。要来工作大家说啊，哈比能是滴滴能，我这个佩服我，给你国家是接西接。提过交代到嘞，只在讲日本高头头呢，做我找的，连话用中一个工作日夜处的主要地嘞。同时，我们这个是高头们又要两个人呢，找到工作日夜处给对啊，用那个手卡读出。对吧？我就在边上就一就骑过来，很方便的。那你有没有就是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就是有时候啊，车子啊，就是借的时候，他就是显示说，明明车子有在这，就是说好像是卡，就是说车子故障啊什么，就是拿不出来，就是比较麻烦了，车子骑不了了。就是有时候车子嘛，就是放在那里，雨塞啊，就是之类的，就是这个铃铛啊，就是刹车呀，还是什么脚蹬啊，这里有时候就会有点那个。刹车就不方便，有时候骑车就是比较危险。那你车子更新稍微好一点？现在我一般都是靠自行车出行的，然后现在这个停车点也挺多，然后还蛮方便的。那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情况啊？这个车子破坏的？也是有的。我之前借车的话也有遇到过，链子掉了，或者就是坐垫是调不起来的，还有或者是刹车不太好。这样子的话，我一般都会选一些比较新的车来骑。自在说业界吃家。要嘞，大家出个弱点呢，他们最大声给我骂他。要嘞呢，他通个弱点了，他通给我的护理一些。那么你的电子商品给你说法呢？往家是哈嘞呢？当时找你打车的人，他只能能做还晓得错多嘞。找的工作日也说午休给给的活，直接吃家。给头大对面啊，给大家说的午休给人爸爸了嘿。连个午休个工人呢，我得来怕个村里子打休。必须话要一头多给扩大网络给嘞，做的商品速度能提给了你，我有的你互动程度的算法，要嘞做的啊能提啊，我还比他差了，给我自己多改过。每年大概要3日到4日不出行，
搞你弄家伙，那那那那叫你给不？不对，俺之前还包，付俺之前包费，就得弄过去。昨天没要的，我还弄，还等鬼我要弄，好要不弄还该该弄哈，你弄就可给你屋子出，不碰弄快点等等等等等出。昨天昨天出来，我该又漏掉把漏死掉吧。就该昨天那啥都还得给，我的我，那我现我的我还都有我的本。在五部万个早地的工作日夜处一间里设施尺寸呢还比那配套的人学列外去工作日夜处管理处的主机业务本呢给阿娇那把户给挂要的日本日的第一人配套还给你呢这张是娃娃了那么多些多故事呢人啥是个适应给你把讲啊不要给给我比吧像我们现在在市场上运行的公共自行车的话大概有5800辆站点176个今年到目前为止被盗的车，大概在100辆左右。业务本官，过来于那是地里人家的，阿只能是看你大姑娘是雇的。那么给你阿上姑娘咋地会讲个五多？你的五多里能够估计带五些，义务工为谁是个国有？关于这个自行车的问题啊，然后多市民都反映这个事情，是国家呢投入这个事情嘛，也是好的事情。方便市民出行，希望嘛就是市民呢珍惜这些就是公共资源财产，方便去大家你我他，望他们在加强管理这方面，素质提高一点，就是爱护好公共财物。吉列哥，联发工作日夜处约2013年到在4月以来，那么这个4月里呢是就没有个医生。要上开始能干呢你本中的四月里是4.5步那么能干已经是正级的你本中的四月里是5.7步已经人物都先都能力找得找出个沟通工具。自在给你要是人规划在过去里列个的得了某一物资我你日去上午是给上头的等错误是1738.45个千万余人给你我你日去上涨1700个给等错误的目标之外。登出日户是往年是5户的对破口是甚至正式户管理的作业挖机。那么今年以来啊是人口部门以登出日户管理作为人事管理之类活动的对破口在你口上的五等的同时那么有类台长是全上的五等错误的工作。给你个四女王呢政治管理部门说老人列娃奥黑三个区里那么记乐太区杀在彩电逆轨日瓦的路孤大带路等出个政治里头那么同时呢啊穷文化局呢也让得给等出个一类在福阳西也让同年福水瓦呢日正是四个亿的雾霾遇见黑雾上的五个夜角那么得日去给让得来等出五年的五次那么木一啊我的日去整个上午吃个也让得等出五日1738.45个遇人你都让得给8%一把在连。我你呀，现在对上一个天津白二科大学生初二大学，学我你预交个一科大学的卷。多年参加北师的估计各我的，大概是那个初二在几楼，工业初二楼在两个有这个我们学一级上的楼一。啥子给个粤语概括现在的红旗投资制高、提示投资制高和穷挫恐高不造人带我们的股债障碍呢投资一起平等六一多中在两个全国背时的对待呢五年我们的各具活跃差评等五我们投资视角投资外部给了你开启你一国那么投资能力障碍对吗和自的由宇宙医科大学送来的工业初二类的我们宇宙是不是解救物理工业重伤对待被本能和解救的设备里无比的物体里协同给你便宜商费附属一体户自动组织的功能和使用合伙那么日本话无力便宜去极力给导致一起以及还要来出三个差评的区域这个道务比一些那里不存在一家养药客户我们啊样子呢马都给导致那个相似那么只要你小我工业一上就是无重伤也就是不是解救物理工业重伤即一句的动物能控告比一些那里不存在一家养药客户应该我们啊认为呢这就要导致估计给我们今天我只要和大家能够提示500
给你一类的奥利我是杨提要那个你要晒我那么忙这个鱼的是你一只你不对他讲啊你那样你看那个是给你那个是给我上个是给说上个是给这来点了个波摩的我爷爷是过啊这边不是来我这里是通过卫生控来过各种不一样的节目修补的是搞什么呢学了第二方搞节目一些人说他可能可以当了东黑魔吃成了日本给你个二十倍可不是来回答过来过来来马家学了第二方再见妈妈我隔壁人谁把桌子搓你要看人家去你要得了嘛你再遇